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98页啊，398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大乘一章曰啊，痴暗之心。体无慧明，故曰无明。这是念老取《大乘一章》里面对无明的解释啊，痴是愚痴，暗就是不明。啊，无知的意思。啊，痴暗的心，体是没有啊慧明啊，所以叫做无明。换一句话说，真心是觉明。妄心是无明，妄心也叫阿赖耶识啊，它是三毒烦恼里面的愚痴啊，也就是说他把外面的境界看错了啊，不但看错了，也想错了。下面讲见思烦恼啊，就说到了，说无明、贪嗔，这叫三毒烦恼。为什么会有无明？六祖慧能大师跟我们讲的真心本性，真心本性是光明的啊，是无所不知的，这是自信的本能啊，真心的本能。佛说一念不觉，从真心里头变现出一个妄心啊，妄心的体还是真心，所以真心呢也叫自信，也叫真如，也叫本性啊，名字很多，都是说一桩事情，
一桩事情说这么多的名字，佛的用意叫你不要执着名字，名字是假的，这假名啊，了解真正的意思就对了。这就是从假的里头你要认识真的啊。好比我常常用这个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啊，我们用屏幕在一起学习啊，不是电视呢就是网络啊，所以大家很熟悉。屏幕里面没有频道的时候是一片光明，这叫自信，这叫真心。按上频道呢，这叫一动，这动动了，动之后它就现象。那我们晓得，相是假象。啊，屏幕是真的，没有屏幕相不能现。啊，把屏幕比喻作真心，把这个频道比如叫妄心，妄心跟真心永远不能分开。啊，就跟屏幕啊，跟频道里头的色相关系完全相同。啊，但是屏幕是永恒不变，就是一片白光。色相呢？刹那刹那在变。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视，它的频率多高呢？一秒钟，我们现在所用的是用数码了啊，用数码电视，要是像画面的话，像这个从前啊，这个幻灯片啊，幻灯片那是多少张呢？一秒钟多少呢？100张啊，也就是说它的频率是1/1秒啊，它是动的，它不是静的，秒秒都不一样啊。是不是完全相同呢？不完全相同。那每一秒每一个相都是独立的，而且怎么样呢？绝对不会有两张这个相啊是相同的，没有啊，绝对没有啊。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所以佛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色相音声啊，我们经科学所说的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啊，包括所有现象在其中，全是高频率产生的幻想，没有一个是真的啊。所以佛教我们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错了，因为它是假的，它不可得啊。那么真相要是认识之后，就叫开悟了，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也就是我们在色相里面看出屏幕，色相动一秒钟跳动100次，屏幕不动啊，不动的是真的，动的是假的啊。它真的假的混合在一起啊，它不是一样的啊。所以佛教给我们，我们要用真的，不要用假的
啊，把真的用在我们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那个人就叫做菩萨，就叫做佛。啊，我们凡夫呢，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呢，真的完全忘掉了，没有想到它有个真的。啊，净土中讲到真的，它称为常寂光，就是真心，就是本心。啊，常是永恒不变，也就是不生不灭。啊，寂是清净，一点染污都没有。啊，你看我们这个屏幕有没有染污？没有染污。啊，无论什么色相在里面广播播放，屏幕确实没有染污到。啊，我们把频道关了，啊，看到电视屏幕是一片光明。啊，用常寂光三个字来形容它，妙极了。我们再往下看，由于智慧到彼岸，并因三昧之力，故三毒永无。啊，三惑俱尽。这三种迷惑就是见思烦恼。见你看错了，啊，思呢你想错了。啊，这是指什么人呢？六道凡夫。啊，不但人间，天人他也看错了，他也想错了。啊，那么这叫凡夫。凡夫有见思烦恼，华严经说的执着，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第二一种呢，叫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是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烦恼无量无边，用尘沙来做比喻。啊，最后一个呢，无明烦恼就是愚痴，痴无明，本来是明的，现在不明了。啊，那么修三昧就是修定。佛用这个方法教人，用禅定这种方法能够把见思尘沙无明统统断尽，啊，全都放下了，那么所有过失都没有了，过失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么今天科学他用数学发现，啊，推算呢有这个可能，然后再用科学仪器来证明。啊，譬如物质现象，啊，近代二战之后，啊，也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物质的秘密，物质到底是什么，他们揭穿了。啊，所用的方法跟佛经上用的是一样的，但是佛经是用定，科学是用仪器，啊，观察的结果相同，可是作用大大不相同。用禅定的功夫，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比科学高明太多了。啊，为什么？禅定当中你见到，因为禅定它里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没有时间啊，没有远近，这就没有空间啊。他能看到宇宙的真相，跟科学所发现的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十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成为宗教了。那它是什么呢？它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那现代的一些哲学家科学家肯定二三十年之后啊，一定可以普遍到全世界，大家都能接受啊。但是从禅定里面这个方法你去证得，不要用仪器，直接见到的啊，有什么好处呢？佛家讲的六种神通是我们自己的本能，全都恢复了。那因为我们有烦恼，有见思尘沙无明，这种能力失掉了，不是真正失掉了，是这种烦恼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障碍住了啊。天眼天耳啊，天眼也本来能见到啊，现在见不到了啊。譬如我们隔壁墙壁就见不到隔壁，天眼就天眼可以透视啊，我们在这个楼上看上面看下面全看得到啊，能看到远方啊，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大陆，可以看到美国啊，不需要借科学仪器，现在我们用电视能看到，不需要用电视你也能看到，你也能听到啊。这是天眼天耳啊，他心宿命，他心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啊，这叫他心通。宿命通是能知道过去式啊，能知道未来，知道过去未来都是自己的本能啊。啊，寻命通啊，啊，第四第五个是神足通，神足是变化，像佛菩萨一样能化身啊，能变化，真的是随心所欲。最后一个是漏尽通，漏尽是烦恼习气全都没有了，这叫成佛啊。这是成佛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我们的本能完全恢复了，我们的障碍完全没有了，这个人叫做佛，叫做菩萨。那菩萨呢，证得的还不够圆满，还差一点，佛是圆满了啊，圆满了叫佛，没有圆满叫菩萨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佛法修行正果无非是恢复我们的本能啊，这个本能不是学来的，是自然就有的啊，自信本有啊。所以佛法说得很清楚啊，
佛菩萨教人啊，无论怎么教你，都是帮助你恢复心得。除此之外，佛菩萨一无所有啊。你所恢复的是你自己的本能，不是他给你的啊。所以神通道力不是佛菩萨给的，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啊，那么这种教育确实是真正究竟圆满的教育啊，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得真正幸福美满。佛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的相好，这相好里头包括福报，都是你自信里头通通具足的啊。只要开发自信，就能恢复啊。所以佛法不主张向外求，主张向内求啊，求定求慧啊，一定是先得定，然后开智慧，智慧开了，信德圆满现前，那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不是真有？真有。为什么？自心变现的，不是外，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我们这个世界自心变现。慧能大师见性了，他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不得了啊，这万法就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信生的啊。所以你见性，你就能掌控万法啊。近代的科学已经知道，念头，我们起心动念，这个能量不可思议。那现在这个科学在萌芽，很了不起，跟佛法讲的相应了。啊，再有十年之后，我们相信它就起作用。啊，用念头来控制一切，念头善就是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念头不善，这个世界就变成六道轮回。啊，六道十法界，啊，诸佛刹土，一真法界，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全是我们自己念头变现的啊。极乐是最善的念头，最好的念头变现出来的，这个我们要相信啊。啊，跟我们世间法中国人所讲的因果报应啊，善心一定得善果，恶念一定有恶报，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啊。诸佛的刹土纯净纯善，没有一丝毫邪恶，所以他的社会好，他的世界好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地球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就理解了，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人们起心动念不善，言语造作不善啊，把好的东西都丢弃掉了啊，都不肯相信啊。你看五伦，现在人
不要了，五常也不要了，四维八德通通都不要了。啊，现在讲民主、自由、开放，啊，把这些好的东西都丢掉了，造成今天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灾难这么多。啊，美国的量子力学家布莱登告诉我们，啊，那一年是2011，啊，澳洲悉尼有一个科学家的会议，两天举办，两天，第一天发表最近研究报告，啊，我听得很欢喜，跟佛法越来越接近。第二天呢是个专题，啊，大家在一块讨论2012玛雅预言，啊，灾难的预言，讨论这个。啊，这些科学家在彼此在有差不多是一半一半，一半的人相信有玛雅预言是真的，另外一半人不可能。人没有能力知道明天的事情，啊，所以是平分秋色了。啊，布莱登他参加这个会议，他告诉大家，他这个玛雅灾难的预言可以化解。啊，怎么化解呢？只要地球上的居民把邪恶的放弃，啊，也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啊，它叫弃恶扬善，啊，恶的要放弃，要发扬善的，端正心念，地球上灾难就可以化解。这跟佛法说的一样啊，那明天我们香港有一个大法会，明天冬至，记住啊，这个法会提倡孝道，如果人能够恢复孝道，恢复伦常，灾难确实能化解，不能完全化解，要大幅度的减轻的。这是好事情，也就是给人有好的思想，有好的念头，啊，对于自己身心健康有帮助，对于居住的环境就消除灾难，啊，确实有效果。我们继续往下看，三昧。三昧是梵语，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呢，翻作镇定，也翻作镇受，受是享受，正常的享受，啊，也叫三昧，也叫等持，等是平等，啊，持是保持，啊，能保持平等，啊，平等也就是中道。华严经探玄记第三卷里面说，三昧也慈云等持立成福故，啊，这在我们心一个是妄念太多，心定不下来，啊，一个是昏沉，精神提不起来，
常常打瞌睡。那么三昧呢，是让他平等，有定有慧，定慧也平等，在平等这个境界，因为慧超过定，就是妄念太多，定超过慧呀，就会昏沉，一定要把它调到平等，这叫正定。所以心不散的住一境，这叫持。心不散乱，佛法八万四千法门，这是说方法门道多，修什么通通都是修三昧，换一句话说，通通都是修等持。净土宗用一句佛号，让我们的心里都只有一桩事情，我们将放在心上，这一桩事情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念南无阿弥陀佛行，念阿弥陀佛也行，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个境界叫三昧，用念佛的方法修成的叫念佛三昧。现在修这个法门的人很多，修成功的人不多，那什么原因呢？原因是放不下，真放下了不难。你看国内南阳来佛寺这近代我们看到三个人修成功了，去年往生的海贤老和尚112岁，他修成功了，他的母亲86岁往生，走得自在。往生的时候，家里的亲人都在面前，他告诉大家，我走了，他真走了，没有生病啊，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啊，说走就走了。海贤的四弟82岁的时候也是的，海清法师欲知实知自在往生，那么海贤去年正月往生的，都是自在给我们做证明，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念佛往生决定不是假的，老和尚20岁开始念佛，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就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112岁走了，走得真好啊，真自在啊，那么大的年岁，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不需要人照顾，100多岁的人，身体看起来像年轻人一样，真佩服他。我们这里有老和尚的光碟，
啊，他的一生的事迹，很多人跟他见过面，跟他相处过的，啊，都有一些报告，我们把它印成一本书《咏思记》。啊，这是我们学佛人最好的榜样，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非常适合于现代环境。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他念到什么程度？念到明心见性，跟六祖慧能大师平等。跟释迦牟尼佛平等的，啊，他曾经透露信息，啊，给我们，他说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肯说。别人问他，天机不可泄露，啊，一笑了之，啊，什么都知道，有神通不现神通。啊，真开悟了不说。啊，每一天就是一句佛号，你看他，一天早晚佛号不停，一句接着一句，他就表演这个给大家看。那有人问我，说你看这个老和尚。他这个功夫什么时候成就的？那我们依照《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说的，那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一般都是三年，真念，啊，真诚恳切的心去念。三年功夫成片，所谓功夫成片就是烦恼并没有断，这一句佛号能把烦恼控制住，念头一起就是阿弥陀佛，啊，真的没有杂念，这叫成片，啊，功夫成片了，阿弥陀佛决定传信息给你，也就是你会见到佛，或者在定中，或者在梦中，啊，你会见到佛，会告诉你，啊，你还有多长的寿命，时间到了，我来接你往生，把信息告诉你。一般是在三年，那么海鲜老和尚顶多三年，他肯定到达这个程度，到达这个程度就见佛了，信心就恳切了，啊，不再怀疑了。那么继续再念下去，再念个三年五载，就得四一心不乱。啊，得到四一心不乱，再向上提升，三五年就能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他就成功了。啊，所以在我的看法，他得四一心，大概三十左右；得离一心呢？一定在四十之前他就得到，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最低限度有十几次，所以极乐世界他很熟啊，阿弥陀佛像老朋友一样常见面的，啊，佛告诉他，
说他修得很好，赞叹他，希望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好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所以他的寿命延到112岁，是为表法而来的。啊，他早就可以走了，30-40岁他就可以往生了。啊，要在这个世间再住70年，帮助我们，给我们做证明。啊，现在这个时代，学佛的人信心不坚定，那又怀疑；修净土的人对极乐世界又怀疑，那这就不能成就啊！他住世这么多年，帮助我们真心，帮助我们真正发愿，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他随时都可以见到。这个老人不会骗人，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批评过人啊，一生没有妄语，老老实实啊，人品好啊，接近他的人没有不赞叹，没有不欢喜的啊，戒定慧三学圆满的真德。那么下面呢，归到我们本宗了，至于住三昧中，这个住多，84000，无量法门，就是无量三昧。啊，在无量三昧里面，唯有念佛三昧，最尊如王，至贵如宝，所以它叫宝王三昧。啊，海贤老和尚就是修这个，修这个三昧。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师弟，三个人通通修的是这个法门。啊，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心里头什么都不放。啊，这叫真意修行。我们凡夫的麻烦，把琐碎的事情都放在心上，就错了。啊，心本来是空寂，你放东西在里面就染污。不但世间一切东西不能放，佛法也不能放。金刚经上说得好，法上印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啊，一定要晓得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立，念佛法也没有。那佛法怎么来的？因为众生迷了。啊，佛是觉的意思，因为迷才是个觉，来对治你的迷的，帮助你破迷开悟，这么来的。你觉悟了，觉悟了那个觉就不能再有了，再有个觉就有迷了。啊，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这个道理要懂啊，它起作用的时候一法不舍，用这些法一切法帮助一切迷惑颠倒众生回头啊，啊，好像众生生病，佛菩萨有药，药好了，药也不要了，
啊，药好了，天天在吃药，那又生病了。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佛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净土就不要了。你已经到了净土了，啊，你心里再放这个就是累赘呀。啊，到了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无上菩提，啊，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就对了。啊，所以诸佛如来都说净宗是难信之法，他很容易修，就是难信，信了之后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那信心生不起来怎么办？念经，读这部经，读这部注解，一遍一遍去读，啊，读多了，读久了，豁然就开悟了，你的疑心就断掉了，啊，断疑生信，啊，如果完全相信，那你这个经都不需要读，也不需要听。专念阿弥陀佛，就像海贤法师一样，啊，他没有怀疑，啊，他没有一样放不下，那通通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得大自在啊。啊，所以念佛三昧至贵若宝啊，故大集经中称之为宝王三昧啊。佛经上讲宝王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啊。此处所指应集此三昧也，经文上所说的三昧啊，在无量寿经上讲的当然是念佛三昧。那幕后有个例，这个例子表以上种种圣德，前面赞叹啊，这是法藏比丘对他老师的赞叹。他的老师是世间自在王如来，那对佛的赞叹，佛就是圆满的自信，对佛赞叹就是对圆满自信的赞叹，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圆满的自信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所以华严经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你本来是佛，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现在我们遇到佛了，佛教我们什么？佛教我们回头，教我们恢复本来是佛的样子，因为你本来是佛啊，学佛成佛，信心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啊。那用净土宗这个方法非常快速 啊，用其他的方法难，非常困难啊。学的人都知道，下面古人无名贪嗔皆用无啊，无名是起心动念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无名没有了
啊，无明是起心动念啊，我们通通都有啊。从起心动念生出分别，从分别再生出执着，这个执着就是贪嗔痴慢。啊，这是烦恼啊！啊，贪心，贪心不能控制，不能放下，果报是在轨道。啊，轨贪，啊，嗔恨，脾气大，啊，这是地狱道。愚痴。是是非搞不清楚，没有智慧，这是畜生道。所以贪嗔痴感应的就是恶鬼地狱畜生啊。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呢？都是从无明来的，无明是根本啊，就是起心动念根本。那佛菩萨教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因修行，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就是佛。那耳听音声听得清楚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练什么？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人佛，这就是佛啊。那么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是菩萨。菩萨比佛低一级，菩萨有无明，没有贪嗔痴慢。啊，那么有无明，有分别，没有贪嗔痴慢的，这个人是阿罗汉。如果全有，啊，我们全有啊，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全有就是六道众生。啊，要知道，一定要把它放弃掉。我们用什么方法？我们用一句佛号。念头才起，第一念是无明，是贪嗔痴，第二个念头呢是阿弥陀佛，把它换掉了，要换得快，越快越好啊。烦恼习气只有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它就不相续了，它就断掉了啊。所以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啊，不怕迷惑，就怕觉迟，觉悟的要快呀！啊，前一念是迷呀，我第二念就觉了。阿弥陀佛就是觉，啊，要觉得快，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不许有一个杂念，有一个妄想在心里头。这就对了，这叫真修行。啊，那么此六愿六句啊，原文前面我们所念的啊，在397面。智慧广大深于海，深如海。末后一句或尽过往三昧力，他以智慧为开头，以宝王三昧即定慧等持做总结，实有深意。这意思很深啊。智是看破，三昧是放下，
啊，早年张家大师教我们看破放下，就是学佛。啊，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向他人家请教学佛从哪里下手。啊，他就告诉我看破放下。看破是般若智慧，放下就是三昧。啊，三昧是清净心、平等心。啊，心要清净，不能染污；心要平等，不能动摇。啊，跟我们的经题完全相应。我们再看下面一首，啊，这第三个小段，如佛救苦，啊，要发这个大心，啊，请看经文，一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好。苦恼，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至一段愿文，就是指刚才念的这一段四句。求佛之觉他德，前面我们读过的这个六句是自觉，啊，是自觉的德，啊，这个四句是利他。首四句表法藏比丘。愿意像过去无量诸佛一样，为一切有情众生的大道士，教化众生的啊，佛法。我初学佛的时候，26岁，啊，跟张家大师学，啊，大师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向释迦牟尼佛学习，那么。你必须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不认识他，你会走弯路。啊，你不能像他一样，所以他教我去读释迦谱。释迦方志这两部书在大藏经里面，当时市面上没有流通，好在分量不太大，啊，我把它抄写下了，啊，我们认识了释迦牟尼佛，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教师老师，啊，他的发愿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回归本性。啊，本性，中国古人讲，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人也说。啊，老祖宗讲人性本善，啊，本性本善，
你看，后来写在《三字经》上，《三字经》上给小朋友读的课本，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肯定人性本善。佛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是最善的了，没有比佛更善的了。啊，佛跟中国的善的这个意思相同。啊，我们修行能不能成佛？当然能成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啊，你本来不是佛，你未必能成佛。本来是啊。啊，所以张家大师教给我，看破放下。啊，看破就是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你认识本来是佛，这看破了。啊，那现在要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了自信里的说没有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无名贪嗔没有，没这个东西。啊，无名贪嗔痴慢疑，这是习性，它不是本性。啊，本性是真的，不生不灭，永远存在，这本性。习性刹那生灭，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你眼所见的，耳所听的，鼻所闻的，舌所尝的，身所做的，啊，乃至于念头、幻想，啊，从哪里来的？从无明来的。无明就是无知，无知就是迷惑，从迷惑来的。啊，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你现在染了这些，这叫习性。啊，三字经上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啊，性大家都一样，本来都是佛，啊，但习呢，习惯呢，那就不一样了。习惯把我们从自己本性本善拉远了，也就是越迷越深，越迷越重，越严重。啊，迷惑到六道里头来了，这真不像话了。啊，四圣法界迷比我们好多了。啊，他也没觉悟啊，还是妄心做主宰啊。啊，但是他们知道用妄心里面的善，不用恶。那我们今天善恶都有，现在人怎么样？现在用妄心里面的恶，不用善，这就严重了。啊，用恶不用善，这一转眼就是来生的，来生到哪里去了？恶鬼地狱出生，来生连个人生都得不到啊！人生要善的，佛给我们讲修十善业道，啊，修无界十善，来生不是人生，啊，你能保住人生，啊，如果能修大善，就升天了。
不在人道啊，六道里头最高的，福报最大的，啊，寿命最长，天道。啊，设法界六道都是自己念头变现的。啊，凡夫的念头有善有恶，有染有净。佛不给我们说明，我们完全不知道。啊，佛觉悟了，回归自信了，回过头来看看设法界六道里头还有这么多迷惑颠倒不知道回头的这些众生怎么办呢？要帮助他了。佛菩萨到世间来度这些众生，所以发愿为彼群生大道士。啊，你看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30岁放弃所学，他给我们表演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学习，广学多闻，他学了12年，啊，认为所学的东西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生死轮回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放弃了。啊，放弃之后，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开悟了。啊，他是从定中开悟的。六祖慧能大师是从五祖跟他讲《金刚经》开悟。他是听经开悟的，你看法门不一样，开悟是相同，这就是说明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五祖仁和尚讲《金刚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你看方法不一样，但是开悟之后完全相同。啊，一个从教，一个从定。啊，教里面开悟是智慧。啊，定中修悟也是智慧。智慧完全平等。啊，方法可以不一样。海鲜老和尚也开悟了，啊，他没有表演，没有表现。释迦牟尼佛表得最圆满，你看他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在落叶园就开始教学，79岁过世，教学49年。他是教学教育啊，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宗教仪式，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啊，他的活动都是在树林树下，啊，河边，啊，野外，啊，身体好，你看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经典上记载的常随中就是经常跟他在一起的学生1255人，这是常跟着他的，临时跟他的我们相信至少超过1000人，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啊，露天生活，
像那个帐篷都没有啊，啊，完全在树下。啊，讲经教学49年没中断，讲这么多的经典，这些经典从哪来的？谁教他的？他过去在外面求学12年，与他成佛之后所讲的经啊，一部都不想看。啊，那他懂从哪里？完全是自信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你只要坚信，啊，这些经典自自然然从自信当中流出来。这要懂啊。然后我们就明白了，如果我们坚信了，我们自信里流出来的经典跟他是一模一样的，那跟他完全相同的，这叫佛佛道同啊，真心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从自信流出来决定是相同的，就佛佛道同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深入这一层才知道佛教学所用的方法不可思议，太微妙了，跟我们现在人用的方法不一样啊。啊，他用的什么方法？持戒、修定、开慧，而且告诉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都用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现在人不相信啊，啊，海贤老和尚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你不能不相信啊。啊，老师教给他的方法守住那就是戒，老师告诉我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明白就是开悟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听话，他开悟了不说啊。慧能大师开悟了，跑到猎人队里面去躲了15年，遇到印宗法师，这才开始讲经教学啊。在先天现前这个社会，为什么人相信科学不相信佛法？不能说，别找麻烦啊！这是在这个时代成就自己帮助众生最好的方式啊，都是法的大行，引导众生离苦得乐，从迷得悟，出生死海就是出六道轮回，入佛之境啊，跟佛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想法，这就成佛了。啊，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入佛之境。
啊，佛所知无所不知，佛无所不见。啊，不但知，他通通见到了，通通听到了。啊，六根恢复原有的本能，本能就是佛知佛见。啊，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永远离开十法界了。啊，他住在哪里？住在十宝庄严土。啊，那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不生不灭，有生有灭是假的。啊，这个世界是有生有灭的。啊，包括时间与空间，通通都是有生有灭，并以种种方便的，方便就是法门、方法、门道啊！佛度化众生太巧妙了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佛是应机施教，什么样的根性，什么样的程度，他讲什么样的法，让你听到都生欢喜心，你都能听得懂。啊，所以佛讲我们世间法，你在这个世界离苦得乐，啊，做一个这一生平平安安很幸福的过一辈子，佛教给你伦理、道德、因果这三样东西，你学会了，你就能满足了。如果你觉得六道很苦、很辛苦，想离开六道轮回，他给你讲小乘四谛法，跟你讲十二因缘。你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个幸福美满就更殊胜了，人间人想不到。那那更高的聪明的菩萨，他想回归自信，那就给他讲大乘，讲一乘啊，华严、法华这一类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所以佛讲真的，真的绝对帮助你圆满觉悟，跟他一样。啊，不会比他差。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这叫圆满，这叫普度众生啊！所以令一切众生得无为力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正能量，圆满的正能量啊！故曰，能救一切诸世间，这个诸世间就是十法界。上面他能救菩萨、救声闻、救缘觉，下面能救六道众生，那叫生老病死众苦恼啊！六道轮回有这些东西啊。啊，诸世间呢，前而言之，有欲界、色界、无色界、
这段时间啊，这叫三界。欲是有欲望，有贪欲啊，这出不了欲界。真的把贪嗔痴慢放下了，把财色名食睡这五欲断掉了啊，心里头没有这个念头了，他就脱离欲界了。脱离欲界到哪去？到色界。色界就是四禅天。四禅总共有十八层天。啊，初禅三天。二禅、三禅都是三天，第四禅有九重天，这总共十八层。再往上去，无色界，最高的啊，没出轮回啊。无色界是精神世界，它没有物质的形象。那这个天大自在，那随心所欲，寿命很长。它有四层，叫无色界天。啊，这世界，佛说三界无安。又如何者？皆在生死海中。那无色界是不是究竟呢？不是的，它有寿命。啊，寿命八万大劫。寿命到了，它不能再向上提升，它往下堕落。这叫生死轮回啊，所以佛比喻像火车，房子已经是火了啊，只是还没有烧到你身上，但是你决定不能避免。这就是都在生死海中，故云救度啊。菩萨发愿要去救这些众生，要去度这些众生啊。简言之呢，在地前诸位一时世间，无名未尽呢，一应度脱啊。这是更进一步来说。地前别教啊，地前就是十法界，六道是指十法界下面的六个法界啊，要包括上面呢，那就是十法界。十法界四圣法界就是在地前啊，地是登地，十地菩萨，十地菩萨之前就是是住是行是回向啊，这些菩萨们是也叫世间的啊，都是佛发愿的要所度的对象。他们无名为尽，所以也应该要度脱啊。下面这一首偈就说得好了，悉令成佛佛慈悲，帮助这些人，通通要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回归自信
那我们看经文，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这意思好啊！啊，佛用什么方法度众生？用这六种，这六种叫菩萨道，叫六度。啊，我们看注解，常行布施，以下四句，行法藏菩萨无尽大悲之本愿呢？法藏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他在行菩萨道没成佛之前称为法藏菩萨啊，就是阿弥陀佛啊，在因地发无尽大悲本愿，愿常行六度普度众生啊！菩萨在这世间干什么？就干这六桩事情啊！这就叫菩萨。普贤行愿品里都说的啊，这是华严经上讲的，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悲是怜悯啊，众生在这个六道这十法界确实太苦了啊，菩萨看到生怜悯心的人，来帮助这些众生回头啊，常行六度普度众生普贤行愿品里面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菩萨为什么要度众生？帮助众生，众生对菩萨未必有恭敬心，甚至于毁谤菩萨，障碍菩萨啊，破坏菩萨，这种情形很多，很普遍啊。啊，菩萨有没有退心呢？没有退心。为什么不退心？知道这些人造这些罪业，都是由于愚痴啊。对菩萨不认识啊，不认识好人呢，好人帮助他，他还要去害好人啊，但是菩萨依然不放过啊，救人要救到底呀，这一生不能救来生，来生不能救后世啊，总有一天他会明白，他会觉悟。啊，所以菩萨能布施。啊，这里面说的六度，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啊，众生需要什么？菩萨就给他什么啊？这三种布施啊，即戒忍，
皆是持戒啊，常心不是即戒人，人是忍辱。我们在海贤老和尚的一生看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你看这个老人啊，看这三个，他跟他的师弟海清，他的母亲，确确实实忍人所不能忍，一般人无法忍受的，他们的人，三个人都是菩萨，都不是凡人。啊，他的母亲往生的时候，海贤老和尚58岁。那个时候的环境非常艰难。母亲往生之后，连一个像样的棺材都没有。啊，他找几块木板，钉一个棺材。啊，把他的母亲葬了。啊，他是孝子。这样草率，于心不安的。就是对不起母亲啊，8年之后环境好了啊，他就发心给母亲改葬啊，把坟打开，棺材掀开，人没有了啊，一直到现在都找不到他母亲到底到哪去了啊，棺材里头只有几枚钉棺材的大钉所以当地人说他妈妈跟他是菩萨化身啊，一直到今天都是个谜啊。那么中国古时候像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就是大魔祖师啊，禅宗的，他是印度人，到中国来弘法，啊，也死在中国。啊，那么大家要把他埋葬了，啊，没多久，从西域，就是从新疆，那边有人。回到南方跟大家谈起大魔祖，大魔祖会说就我在新疆看到他的，那真的不是假的啊。大魔祖师他说一只脚穿着草鞋，另外一只脚是大赤脚，大家听得不行，坟墓在此地啊。啊，把坟墓挖开来看看，果然棺材里头剩一只草鞋，那证明他讲的没错，人不见了，人走了啊，将他所见的那个时间一对证实，埋葬的了几天啊，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例子，啊，海贤老和尚的母亲也是这样的，啊，他什么都没有留，干干净净，人不见了，啊，所以当地人说，他妈妈是菩萨才来，不是凡人。啊，所以要持戒，要能忍，啊，精进。老和尚一生非常勤快，啊，不偷懒，
他的工作就是种田。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乡下小庙没有人来烧香，没有香火，没有供养，生活怎么办？乡下山上的荒地很多，空地没主的啊，他就开荒，一生开出荒地差不多有100多亩地，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啊，这个收入非常可观。啊，老和尚没有卖钱，老和尚除了自己吃的留下来之外，多余的都去救济贫苦。所以，大概在他方圆100里之内的这些地区，有困难的、没吃没穿的，老和尚统统救济。几十年如一日，啊，这是他的财布施啊，啊，亲自种的、收成的，啊，这些稻米、蔬菜、水果、树木，他用这来布施，精进呐，啊，工作一天做到晚。没事找事做，一点都不偷懒，什么活都干。啊，一生别的寺庙的时候坏了，破旧了，要修庙，他参加劳动，啊，修桥补路。专门干这事情，干一辈子，这是精进的啊！定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啊！佛经上说的八苦。他都没有啊，生这就不说了，老他老不衰，112岁还是干活。往生的那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在菜园里坐了一天，在菜园里头整地。啊，浇水，拔草，啊，忙了一天。那菜园很大，啊，晚上走了。啊，有人跟他说：“老和尚，你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帮你助念。”老和尚笑笑：“助念，靠不住。啊，那没有把握。”我不需要做你，我自己做。啊，真的。啊，他不要人做你。到第二天早晨一样，看他房门是开的，灯是亮的，进去一看，走了，已经走了。啊，欲知是知，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哪一天、几点钟走，清清楚楚。啊，往生前一个月，啊，一些同参好友，自己出家的地方，在那里常住过的地方，都去看看，跟大家告别。啊，说得很好。啊，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大家，以后我不再来了。啊，但是别人
看他身体非常健康，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对他说的话都没有在意。到他真地走，回想，哎，他以前这几天都来辞行，到处辞行，到处打招呼。啊，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都是佛亲口说的。啊，汇集的时候没有改动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啊，非常忠实。我们读这个本子，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面的经文。啊，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正知正见，没有错。啊，也证明我们这个最近大概20年。依照这个本子修行学习没有错误，为我们作证啊。啊，我们放心啊，要真正相信，真正发愿的将来决定得生。所以我们要把老和尚这个观点，这个小册子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啊，我说过它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点点滴滴它统统做到了。我们是说到没做到啊，它全做到了，给我们做正传啊，让我们对这部经，对这个注解啊，这一句名号决定不能再怀疑了啊，要真正相信，依教奉行，这一生当中必定有成就。啊，普贤行愿品里面底下这一段的比喻非常好，说譬如旷野沙棘之中有大树王啊，这是比喻啊，沙漠里头有一棵大树啊，若根的水枝叶花果悉皆翻没啊，这一棵大树根里头要有水分啊，不缺水分，这个树一定会长得非常好啊。那么下面说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也佛如是，这就是比喻了啊。生死旷野就是六道轮回啊，菩提树王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幸运持名修学净土的这些同学，这是菩提树王也佛如是啊。啊，一切众生呢，而为树根呐。菩提树王，根是什么？根是众生。诸佛菩萨了，而为化果，这些众生能成佛，
能成菩萨，这就是开花结果了。啊，一大杯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化果，那这就讲的大慈大悲，好比是水，我们要用大慈大悲的心来灌溉自己这个菩提树啊。没有大慈大悲，我们虽然本来是佛，可是成不了佛。为什么呢？这棵树没有谁养它，它会枯死。啊，大悲是什么？大悲就是真诚的爱心。啊，这个爱是信德里头究竟圆满的第一德，明心见性，这个爱心显示出来了。啊，你看阿罗汉有爱心，菩萨有爱心，佛是究竟圆满的爱心，就是大慈大悲。啊，不是从外来的，是自心里的本有的。啊，修行人没有慈悲心，就像树，树根没有水浇它。啊，这个树生不出花果。啊，学佛的人没有慈悲心，成不了佛菩萨。啊，要爱众生，众生做种种的罪恶，都要原谅他。啊，还是要用慈悲心对待他。为什么？他本来是佛，为什么造罪业迷惑颠倒到这种程度啊？啊，佛菩萨要救这些人啊，要帮助他回归自信啊，要帮助他成佛成菩萨了，这就对了。啊，如果有怨恨心就错了，那你不是来救他，你是来害他的。啊，众生害菩萨可以，菩萨不在乎，不怪罪，菩萨决定不会害众生。啊，众生杀菩萨，菩萨不会杀他，不会报仇。你们在《金刚经》上念叨，忍辱仙人遇到割裂王，啊，割裂王是个暴君呐、啊，把忍辱仙人凌迟处死，啊，凌迟是用刀一刀一刀的割，啊，最残酷的刑罚。把忍辱仙人杀掉了。忍辱仙人在临死的时候告诉割裂王，我不怨恨你啊，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忍辱仙人，释迦成佛了，第一个得度的弟子乔成儒尊者，乔成儒就是那个时候的割裂王。佛说话算话了，真的他头一个证阿罗汉果。啊，为什么？
因为佛知道，佛彻底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一体。同是自性变现的吗？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吗？所以叫同体大悲也。这种爱心、怜悯心是自性里生出来的。那无缘大慈，没条件的、无条件的爱你。啊，无条件的饶恕你，啊，什么原因？一体，凡夫不知道，佛菩萨知道啊。啊，牙齿把舌头咬破了，舌头要不要怨恨牙齿？要不要去报复他？啊，为什么不报复？一体啊，一定要懂得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大悲心这是根啊。啊，那么现在法藏菩萨也如是，以大悲无条件慈悲光心六度普度群生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自信里头有不是没有要把它挖掘出来让它起作用啊，能够无条件的爱护一切众生啊，特别是帮助迷惑非常严重的众生他天天在干坏事啊，天天在惹麻烦我们要学佛菩萨用真诚心去感动他帮助他回头是岸的这叫行菩萨道啊！啊，这个叫普度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